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过来，过来，狗狗，过来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你怕了呀？累了，累了，没事没事，不害怕不害怕。来，吃点了，来，来呀，狗狗，来。哟，你看你这皮肤病哈。哎呦，那没事了，吃点吃点吃点。害怕，来吃吧，吃点行吗？吃点，吃点，吃点，吃点。哎呦，你耳朵，你吃点行吗？吃点，我带你回家行吗？啊？吃点，我带你回家，我带你回家，我给你看看去行吗？来，来吧。咦，吃点，吃点了。咦，来，狗狗。哎呦，你怎么回事呢？啊，你嗓子怎么弄了？不害怕，哎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哎，不摇哈，不摇，不害怕。哎，没事哈，没事没事。不害怕啊，哎。吃点吧，来。跟我走行吗？来，跟我走行吗？哎呦，你看看，走走走。哎呀，孩子害怕吗？嗯，那好肥了。你看现在可可紧张了，现在。大家好，我叫丁啊。刚才在路边这个带回来的这个流浪狗，大家能够看到身上这个皮肤病比较严重一点哈，包括这个耳朵这边，是不是已经这个流脓了哈？包括身上啊这个毛发，看看都已经脱落的差不多了哈，嗯，确实挺严重的。现在嘛，给它这样的，检查一下，带回来先检查一下这个犬瘟细小传染病的一个情况，过会弄完了之后。再给他把身上的这个毛发给他剃了哈，咱给他这样的去收拾收拾，这样的先给他弄一弄嘛，行吧？他像他这样的是不是都得全部掉了？这种毛？对，全身上下都是皮肤病。这摄影我看了，我看他脸上也掉毛了，现在比较厉害点。嗯，犬瘟细小冠状，传染病，你看一看。
他这个好捡，那掉了了都是。对。看这背的，这一块是个是点好的，其他的都、其他的都那个。再点就是你刚推掉的毛是吧？对，就是还是粘身上的。对，是白色的，就是好的。哦。哟，你看到底这一对比就能对比出来了哈。嗯。啊，最厉害的就是他的耳朵，确实厉害。这耳朵是真的。没事，害怕，有点害怕。但这小狗不是很瘦呢。对，有点弱。它这个真厉害。太厉害了，你看浑身上下就还这一点儿，对，就这一点背了，就这一上底儿背着它了，其他都是发红了，对，都是白白黏黏的，都是那个疙瘩，对吧？哎呀。